你的大哥吕云飞同志，他其云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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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没事吧？嫂子没事，嫂子没事。放心吧，李梅我们已经派人保护了。
喂，云飞啊，是我，你听得见吗？你听见没有啊？孩子们今天过生日，你不是说回来吗？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呢，云飞啊？哥，你还给我，嫂子，你还给我，嫂子，云飞，嫂子。云飞，云飞啊，嫂，云飞，嫂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！你个傻人飞！说话吗？你冷静点。医生，医生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，云飞？我们在机场、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公交枢纽进行了24小时巡防，没有发现疑犯踪迹。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周边50公里的郊县。上报省厅，全省通缉。影响到你的判断，对吕云鹏实验室搜查有什么线索吗？和项链呢？这个我们都检查过了，从痕检和成分组成分析来看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们对手表和项链的编号也上网校对过了，也没有问题。不可能啊，吕云飞这么有经验的一个老警察，就算无法与咱们联络点进行正常形式的安全联络，也一定会按约定采取止损措施的。我相信他一定是以其他的方式把所有的情报都传递回来了。
李云飞同志的追悼会不可以对外公开，他的事迹也不能在网络上和报纸上流传。不过请你相信我们，等过了规定的时间，组织上一定会给李云飞同志一个公开公正的对待。我嫂子呢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医院已经把她转到精神科看护了。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。省厅已经把这个案子列为重大案件，成立了专案组。我们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，为烈士报仇。李博士，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直接说出来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定会尽力实现。没有。我大哥是不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入土了？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可是我大哥现在死不见尸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套大的制服吗？我想带着这套制服回乡下入土。你没有精神状况不佳，梦瑶又昏迷不醒，你哥哥李云飞同志的详细情况只能告诉你，他希望吕博士能够保密。小芳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云飞，你能不能带小芳回家？云飞，你也快点回家吧。
吕云鹏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想把自己饿死吗？吕云鹏，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，我就把门踹开。吕云鹏，吕云鹏，吕云鹏。没事吧？没电了，电卡没电了。进来吧。这是电卡，明天你帮我充点。你这个化学博士还真是生活上的白痴，电卡里还有10度的备用电，是应急用的。我现在去给他充上。就这样吧，明天再说。就这样挺好，陪我坐一会儿。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不饿，陪我说说话。好，说什么？有点想起他的样子，想起来的又很模糊。我去给你拿一张他的照片。不是照片的事儿，我应该能想起来。可能是最近这几年我们见的次数太少了吧，反倒是小时候的一些事儿，还倒是很清晰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大哥买了一包烟，说要叫我抽烟，我们就跑出去了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抽烟，我们两个就跑到外面，在工地上一口气抽了半包，根本就不会抽，抽一口就吐出来，结果还弄得满身烟味儿。回到家就被我妈发现了，我当时虽然心里挺害怕的，但也挺有底的。我知道我大哥肯定会替我扛，结果没等我妈问，我大哥就先说了，烟是云鹏买的，然后陪他一起抽。结果我妈把我一顿暴揍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碰烟了。最近这些年我们见得太少了，的确我们感情还很好，但是一年见不了几次，也说不了几句话。我只知道他离开了学校去做生意，他做的什么生意我也没仔细问，他也没跟我说。就算是这样，我始终觉得我是他最了解的人，
他也是我最了解的人。可是现在，我知道，我并不了解他，一点都不了解。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其实我也不了解你，我什么都不了解。不说了，我想睡觉。睡吧，我看着你。醒来以后喝一杯凉开水，可以让你快速恢复清醒。昨天夜里我在蜡烛里放了一些东西，正好可以让你好好睡一觉。我走了，不要去找我，忘了吕云鹏这个名字，帮我照顾好孟瑶和嫂子，拜托感谢。一个未死先亡的人。我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前往名山的订票信息，一张火车票，一张机票。这是他有意想要避开警方视线的障眼法，我已经通知了名山方面，在机场和火车站奋斗不空，一旦发现吕云鹏现身，立即采取措施，将他送回滨江。赵局，我想自己去一趟名山。现在这个案子经过省厅上报，已经被列为部里督办案件，相关的两个省在名山也成立了联合专案组，这些材料需要移交给他们，你负责送过去，我让名山那边的同志配合你尽快找到吕云鹏，由你将他带回来。是。我叫陈彤，你可以叫我小陈，也可以叫我彤彤，叫彤彤更亲切。一个小时以前，你已经介绍过自己了。我知道，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哎，从滨江来的江督察已经到了。谁？江一南。等很久了，哎，领带外吧。
大强呢？啊，帅。你们卫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好说。他去哪儿了？不能说。那他的联系方式呢？不想说。哎，香姐，你去哪儿？找你们局长。不行，海哥，海哥。来了。来了。哎，海哥，你刚回来，饿了吧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警察的，先给你接个风吧。贝海，事儿比较急，先交接工作吧。这么多年还没变，行，先到办公室去。哎，好嘞，我给你拿包，我给你们开门啊。陈总，工作总结就差你了吧？赶紧的，走。海哥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写什么呀？这个。海哥最喜欢的一家店了，环境不错吧？哟，海哥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坐这儿。这位先生，查看监控呢是需要办手续、走流程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看的。什么叫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看呢？我不是随便看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我想知道钱包丢在哪儿了，我需要监控，我需要监控，帮我查一下。实在是抱歉，您钱包丢了呢可以报警，但我没有权利为您调取监控。那谁有权利呢？谁有这个权利让他出来跟我说行吗？啊？哎，我跟您说话呢。哎，来来来，贝海，我们这三个人点这么多菜，太浪费了吧？你刚来名山，我要把所有特色菜给你点了。来，来个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来，那个，行，我自己来，你们吃吧。啊，谢谢海哥。淘气，然后吃啊。哎，多吃点啊。吃饭看手机对身体不好啊。
李云鹏自从离开滨江以后，就把手机关机了，断绝了任何的联系。我在想，他如果想来名山站住脚的话，那肯定他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查一下所有的酒店的入住信息啊？这样说不定有他的线索，你说呢？我觉得你把这个李云鹏想得太简单了，他很可能用了假身份，说不定啊还不止一个。哼！服务员，过来！都吃哪？等会儿找个人，我来问问情况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要视频是吧？我帮你弄。你？内部人，你懂。真的？这忙不能白帮啊。明白。你要多少？这么低吧。你至少得给近的路还要坐车啊？嗯。哎呦，怎么，车上空调坏了，满头大汗。车堵半道，跑过来的。啊，海哥。哟，海哥，这是我嫂子吧？来来来，过来，站好。向嫂子问好。好，是我们。滚蛋！哎，对了，我要问你点事儿，跟我上来一趟。啊，行，好，走。哎，嫂子来了。
哥，哥，再给我一点吧，冰也行，白面也行。哎呀，哥，过来，海哥，你放心，这事儿一有消息，我马上就通知你，没跑，肯定没跑。其他人要把我话听到了啊，必须的。走吧。啊，辛苦了，喝杯饮料吧。江景都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你跟他说什么话？他走了？我没说什么。还装？到底说什么了？谢谢老板请我吃饭。什么感觉？饱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吸的感觉。你问这干嘛？好奇。给钱吗？啊，对不起。啊，这样吧。这个问题算是免费的，就算是对你这顿饭的报答了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我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感觉。总之这一碰它就上瘾，戒不了。自打碰了它之后，你就觉着吧，什么事儿都跟吸粉有关系，你看着什么都会产生条件反射。一天24个小时，这吸的时候我是活着的，其他时候都是死人。